大家平安。啊，咱今日会当做伙来参与纪念二二八事件75周年的纪念会，我想咱心内有侪侪无同款，也真复杂的感受。有侪人用怀念、用忧伤来参与，像甚至咱伫侪侪受难者的家属的心内，也阁有愤怒，也阁有无法度放下。但是我想，祈求台湾的永久的和平，是咱这个时阵共同的一个心情。希望咱的台湾会当继续向前来进步，来成做一个有真实和平甲公义的所在。咱即时要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来祝福咱，来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让阮众人做伙组织来纪念二二八事件75周年的时。伊知影阮心内有侪侪真复杂的感受，阮为着过去受难的珍贵先人，因来感觉艰苦甲痛心。阮对受难者的家属所经历的压力啊压迫，也感觉真甘。阮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公开，有真深的期待。阮对台湾永久的和平、民主，阁有啊深深的愿望。主上帝，你是一切好的源头。我们恳求你亲自来赏赐台湾这个土地，赐福伫伊，因为伊是拥有阮中代的母亲，是阮一生所疼惜的故乡，也是予阮感觉通骄傲的国家。我们恳求你，予阮所有生活伫台湾的百姓，拢会当无袂记得过去历史的教训，会当做伙为着更好的将来做伙来努力。主上帝，我特别要感谢你，伫这两冬外来。对台湾的保守看顾，让阮虽然也遭受着疫情的冲击，但是通过各款的努力，阮的疫情会当得到好的控制，全体百姓的生活伫上大的限度会当来维持正常。我们恳求你，伫接续的时间继续来保守带领阮的台湾，让疫情早早来除去，让阮的民主政治会当更加来深化成熟。予阮伫国际所参与各款的活动，会当有空间佮尊严。祝阮佫一届将阮所听的台湾交伫你的手，看见你予阮有真实的民主、自由佮平安。予阮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当伫遮生活落去，享受着真实的平安。凡咱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谢谢杨牧师。今天有多位在座的228受难家属及后代，大家一起缅怀及追思。